郑雅丽比追查真相更难，郑太太，郑雅丽不配拥有你这么好的太太。我说过，不要再叫我郑太太，我就快不是郑太太了。我真不敢相信，郑雅丽会答应跟你离婚，除非……你不要再说了。 我现在只希望，以后跟娜娜好好的过日子。这是她咎由自取的，也是她应该付出的代价。可是你，你很痛苦。不管多痛苦，我都撑得过去。李小姐，我能不能再问你一句话？ 你说，你认为方卓林是真的爱你先生吗？你知不知道你的问题很残酷？我知道。可是我的回答会更残酷。方卓林，他爱我的先生，非常的爱。 孩子无辜，已经够可怜了。你怎么可以对他这么凶？我今天去公司找雅丽，要跟她讲离婚的事，结果怎么样？我看到郑雅丽紧紧的抱着方卓林。 这就是他突然要离婚的原因。他们有没有看到你？你就这样走了？妈，提出离婚的是我，我怎么能再去管他要跟谁在一起？你要离是一回事，他要离又是一回事。 当年我跟你爸爸就是这样，我错了，我一直以为我有一段幸福的婚姻，一个美满的家庭，我错了，而且错得离谱，错到现在，我只想否定我自己。 不可以，不可以这样！你要否定的是郑雅丽，你不要忘了，你还有一个天真活泼、可爱的女儿，还有个老妈，永远支持你。不要否定你自己，妈妈不许你这样，妈妈不许你这样，妈。 妈没有关系，海华，答应妈，以后不可以这样，妈不值得。
听到了没有？妈，钱呢？我经理，是吗？好像我们客气一点，每个人都这样跟我们说。哎，我真的尽力了，我希望你们能够通融一下。你也想啊，可是我们也有老婆小孩。哎，我女儿念的是公立托儿所，不像你女儿念那个高级的双语幼稚园啊。你知道我女儿念哪？这有什么好稀奇的？我连你老婆女儿的照片我都弄得到，还有什么我会不清楚的？我连她每天几点上娃娃车回家我都一清二楚。你们到底想干嘛？现在不干嘛，但是当我们对你失去耐心的时候，你老婆女儿那张合照就是他们最后一次的合照，你自己看着办。你如果敢伤害我女儿，我绝对不会饶你们。那你就去筹钱啊，卖老婆卖女儿你要给我把钱给筹齐。走。楠楠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郑娜娜人在哪里？郑娜娜今天请假。请假？楠楠爸爸，楠楠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。你确定她是请假没来吗？确定。谢谢，谢谢。楠楠，啊，你在家里啊？楠楠，回房间去。回房间去。楠楠，回房间去。快，上去啊！妈，上去。你来的刚好，我们一起去把手续办一办。好。你们不可以再坐在这，走！你凭什么要我们走？没有理由，你们就是要走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已经决定跟包卓林在一起，才要跟我离婚？你回答我，是不是？我都看到了。你看到什么？我看到你们俩抱在一起。那是，现在不干嘛，但是当我们对你失去耐心的时候，你老婆女儿那张合照就是他们最后一次的合照，你自己看着办。你看到也好，没错，我们就是要住在这，所以你必须要走。我不走。好，你想待在这儿，就算我同意，方卓林他也不会同意。郑雅丽，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！我会为了让他，还想让海华原谅你，你不配！你出去，出去！妈，妈，妈，你有高血压，你千万别生气啊！你出去啊！你是想把我们孩子整干净？出去！妈，出去，我出去。外婆家住，听到了没？爸爸，能不要走？娜娜，乖，
跟妈妈回外婆家住。爸爸，拜托你不要走好不好？爸爸。好一点，要去医院。血压不是降下来了吗？不用了，我躺一下就好了。海华，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替郑雅丽说一句话。离了吧，这个男人不值得你为他留恋。从今以后要学着忘掉你爸爸，听到没有？外婆。哎，郑爷，奶奶呢？怎么还没睡？妈妈，爸爸好可怜哦，我好想爸爸哦。娜娜，原谅妈妈，妈妈不可能再跟爸爸住在一起了。娜娜，快点睡，明天还要上课，好不好？嗯。
没事，我只是反胃。卓琳，你会不会是？不可能的。卓琳，你上次惊醒什么时候啊？现在已经25号过了耶。这不可能的。卓琳，我家一直都有放验孕剂，我们试试看，以防万一。玉萍，好啦，试试看，走。卓琳，你怀孕了耶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的。可是，你可能，不可能，一定是哪里弄错了。他们怎么了？他们都有做防护措施。卓琳，我们再试一次。昨天晚上怎么啦？没事。今天不坐娃娃车，妈妈带你去上课好不好？妈，你怎么这么早就起床了？我好多了，刚刚量过血压到正常。来，娜娜吃早餐了。娜娜，你今天见到了外婆，忘记说什么啊？外婆早。娜娜早。你看，外婆今天给你煎了荷包蛋哦，还有你喜欢吃的花生酱，哎，来吃。外婆，我昨天梦到爸爸带我们去玩。做了很多让你妈妈伤心的事，以后不要再提爸爸了，要懂事，知道吗？来，娜娜，要听老师的话。爸爸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啊？娜娜，走。上学去，海华，妈好一点了没？她血压降下来了吗？你不用问的这么虚伪吧。海华，你先送娜娜回妈家，我等一下带妈去检查身体，然后送她回家。事实说过我们要回去的，你非回去不可，否则怎么样？否则你跟方卓林就不能住在这座房子里了吗？你这样就把母子赶出去，你太狠了吧你！海华，你听我。郑雅丽，你不准跟来，否则我不离婚。海华，海华，海华！好几天没有来了，小朋友都好想他哦。老师，娜娜麻烦你了。好，娜娜跟妈妈再见，拜拜。海华，你凭什么追过来？把小孩接出来，立刻回你妈家去。我不想在这个音场。海华，去把孩子接出来。我不要。不去，我去。郑雅丽，你为什么可以变得这么快？前一秒钟你还要求我不要跟你离婚，后一秒钟你不但要我跟你离婚，还要把我跟娜娜赶出去。
你一直在骗我，你还爱着方卓林，对不对？因为方卓林给了你承诺，所以你才要把我跟娜娜赶出去，对不对？不是这个样子的。你还在骗我。如果你要跟方卓林在一起，你就自己去找房子，不要把他带进我们的家。海华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要那栋房子，我要你立刻带娜娜回娘家去。陈雅丽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做？你怎么可以这么做？一点不见面都不够，你跟房主你不会有好结果的。离了吧，海华，不是你先提出离婚的吗？现在我答应你，不是正合你意。至于我跟方卓林有没有什么好结果，那是我的事，与你无关。郑雅丽，谭小芳问过我一个问题，她问方卓林有没有爱过你，我回答她有，方卓林很爱你。你知不知道这个答案对我，对谭小峰有多残酷？你知道吗？你现在不要跟我提这些，我要你马上带娜娜回娘家去，否则我不离婚，不签字。刚才我说如果你不下车，我就不离婚。现在既然是你来威胁我，说如果我不带娜娜回娘家，不把房子让给你跟方卓林，你就不肯离婚。我们两个到底在做什么？明明已经不能在一起了，现在竟然又为了小事在争吵。郑雅丽，我答应你，跟你离婚，孩子归我，房子给你。不过我要你记住，从现在这一刻起，你不能再跟娜娜见面。你要去哪？你等着，我会向离婚协议书，马上离婚。我在这里等你，越快越好。这么早就来上班呢？原来是你呀！你趁我上厕所的时候，偷偷把谭晓峰给带走哦。我把他带走？你会不会讲话？神志清楚，有手有脚的，我看是他把我带走还差不多吧。怎么样，不服气啊？服气服气，你又骚又漂白，我比不过你啦。我要上班啦，走开。你要干什么？教你修辞学啊。不要乱讲话，这样别人的耳朵会不舒服，哎，人际关系也会不好。
走，还是你把他带走的？是我把他带走了。你确定？确定。那你以后还不会犯下这样的错？不会，不会。会不会向他告状？不会。你们大家都听到了，他说他不会了。不过，像你这样的女人，我真的不敢相信。如果你以后再犯下同样的错，我该怎么样对你啊？你不说是吧？我来告诉你，我就把你这张漂亮的脸蛋变成一张破碎的脸。走。卓琳，不要担心，不要紧张。玉萍，可是那验孕棒两次都是有的。你担心也没用啊，等医院的检验报告出来，我们就知道了嘛。嗯。小姐，结果怎么样了？方卓琳小姐，恭喜你怀孕了，我们将会帮你安排产检的时间。卓琳，卓琳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想跟他离婚。海华。回家住，妈养得起你们。妈，对不起，让你操心。快点去。喂。你以为你在幼稚园门口守着你女儿就没事吗？你也太天真了吧。喂，喂，你们到底想干嘛？郑雅丽，你不必对我好，请你现在马上到东美街82号7楼明娜律师事务所。我现在走不开，你先过来，我们去接娜娜，我送你们回娘家，然后再办手续。郑雅丽，你真的这么急，一刻都不能等吗？郑雅丽，你为了房主理，为什么可以变得这么狠？李小姐，你先生会来吗？他，我先去找他。好，多考虑一下也好。我马上就来。今天就要走。走了也好。他忘了拿云锦啊。定位取消的耶，玉萍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这个时候还想要回去，你想你爸爸 kiss 你哦？可是，哎，你知不知道在古代未婚生子是会被乱棒打死的耶？玉萍，不要这样说了。对不起，那你告诉我，你肚子里面的孩子到底是谁的？我不
知道。我问你哦，你最后一次跟郑雅丽，你们有没有用保险套？哎呦，我在问什么？我之前还听你掩护过的。卓琳，那我再问你，你们最后一次之前，你们还有没有？玉萍，我不是告诉过你，我跟小峰订婚后就没再跟雅丽在一起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们那次情不自禁，可是也才一个多礼拜，医生说孩子已经40多天，照这样推算，孩子应该是谭小峰的啊。可是我跟小峰也有用保险套啊。那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还有其他劈腿对象？玉萍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了？对不起啦，照这样推算，这个孩子100%是谭小峰的耶。卓琳，你跟谭小峰复合有望了耶。不可能了。那你……我不知道，我的心好乱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谭董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知不知道？玉萍，卓琳，小峰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只拿了护照，忘了带晕机药。我知道你怕晕机，所以谢谢。他不需要晕机药了，因为我已经买了。卓琳。那，你保重。谢谢。小峰，什么事，卓琳？少喝点酒，伤身。伤身也比伤心好。承认吗？他不会的。可是我们推算过了啊，没有用的。我的事情就不要让小峰知道。卓琳，答应我。好，我答应你，等我想清楚再说。喂，汤圆。好啦，我马上回公司啦。卓琳，我是翘班的，刚汤圆叫我回公司了，你自己一个人好好想一想，等我回来我们再一起想办法。我先走了，你不要胡思乱想哦。我该怎么办？你为什么不在我跟他结婚之前向他表达你的心意？我不敢。你这么美，这么好，我怎么也不可能取代你在郑董心中的地位。海华姐，每当我面对你的时候，我心中充满了罪恶感。骗子，你这个大骗子！卓琳，
见你。海华姐，你来找我是因为建董的事吗？我真的很开心。开心？方卓林，那你知不知羞耻？你这个说一套做一套的女人，你告诉我，你上次来找我是向我道歉，替雅丽求情。事实上，你是在试探我的，对不对？不是不是，海华姐，我是真的来跟你道歉的。我是真的很希望你可以原谅郑董，我才……你才怎么样？你才逼雅丽跟我离婚，还要把我跟娜娜赶出去，你就给国民正道住进我的家，跟家里双宿双飞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不对不对，海华姐，你知道我现在原本已经在飞机上了。原本？那你为什么现在还在这里？因为什么？你说啊，你到底还有什么谎言没有说出来？你现在说啊！因为我有事耽误了，但是我跟郑董真的不可能。方卓林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要骗我？你大可不必这么做。我告诉你，我一定会跟郑雅丽离婚。你不用把郑雅丽搞得这么的恶行恶状。你们的所作所为，我都看到了。你看到什么？你们在办公室里搂搂抱抱。那是因为我去辞行。你还要狡辩？雅丽都跟我承认了。她承认什么？你还要我说吗？你还要我说什么？海华姐，你是不是不知道亚城建设出问题了？你说什么？亚城建设倒闭了？不可能，雅丽以前把公司经营得很好。两三年前，郑董就已经在掉头寸了。我都不知道这些事，不知道。我想，他会瞒着你，就是怕你担心。那天我去公司辞行的时候，讨债公司的人已经进去闹事了。你的意思是，雅丽拿你当幌子，来逼我离婚，离开台北？如果我猜的没错，那些流氓一定以你跟娜娜的安全来作为威胁。所以你都知道，你为什么不说？因为我不敢说。因为我知道他爱你们胜过于爱他的生命。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因为我让你跟郑董的感情生变。我真的很不忍看到郑董的感情、家庭、事业三面落空。海华姐，我知道你怨我跟郑董的事，但是我必须告诉你，我从来得不到他的心。他的心是在家里，是在你身上，在娜娜身上，而我只是陪伴在他事业上的女人。他得意的时候我陪他笑，他失意的时候我陪他难过，陪他想办法。这就是我在他心中的地位。海华姐，
我就是因为想通了，所以才接受小峰的追求。雅丽，他接受你这样的决定吗？他不但接受，而且还鼓励我。他希望我得到幸福，而且他不希望对你不忠。海华姐，你听完我的话，你就知道郑董为了保护你们所做的牺牲。我希望你能原谅郑董。海华姐，我们错了，而且我们都得到惩罚了。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找你要钱啊，否则你……我们换个地方说。哎，娜娜妈妈有什么事吗？老师，请问一下，你们看到我先生？哦，我刚刚看到他跟几个往那边走了。谢谢。有头债有主，你们找我这样的麻烦干什么？你也会在意啊？你在意的话，你就给我还钱啊！我不管你用偷的、用抢的、用拐的，否则的话，你老婆小孩就会死得很难看。你把你刚刚说的那句要给我收回去，收回去！你会担心他们是吧？那就还钱啊！怎么样？到底什么时候还钱？你要钱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亚丽，来啊！你们再过来试试看，过来啊！我就叫警察了。郑雅丽，算你狠，今天就这样算，我们不会放过你的。雅丽，你们怎么样？雅丽，哇，离婚协议书办好了没？我来签字。我都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？你什么都不知道。拿来，我要签字。我不会跟你离婚的。李海华，我告诉你，我一定要跟你离婚。去把孩子接出来，马上回妈妈家去。我不要。求你，赶快回去，我求你。走。不去哪？去医院啊！走了。你把公司的情况告诉我。你怕我会吃苦？嗯。你怕会连累我跟娜娜？嗯。你是不是认为我不能跟你共度难关？海华，不是，我是，我已经伤了你的心了。又背了一身债务，现在连你跟娜娜安全都保护不了，我真的是……
自己买了，真是多此一举，多此一举。玉萍，你好了没啦？大家都下班，剩我们两个嘞。你到底好了没？还没啦，没长眼睛啊。还没就还没嘛，那么大声干嘛？吓死人啊！我又不是聋子。玉萍，看到，还没下班。对啊，我等玉萍。玉萍，自己闯了祸，不闻不问，以为这样就没事了。韩董，我现在可以下班了吧？哦，可以，当然可以。哎，韩董，我们先牵手一步了啊。玉萍，董事长还有什么吩咐吗？卓琳她上飞机之前有跟你说什么？她，我的事情就不要让小峰知道。他怎么了？他怎么样？你真在乎吗？哎，玉萍啊，不是我说你啦，你知道我们都是领人家薪水加狼头喽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跟老板这样呛声啊，何苦呢？你把他当仇人啊？差不多了啦。不是，你怎么会差不多嘞？那我问你，仇人会给你薪水吗？只有老板才会给薪水。你懂个屁啊你！哎，玉萍，你有必要对我这么凶吗？啊，那火气那么大干什么？还是因为说卓琳回美国，你舍不得他，难过？那你也不要想那么多，反正现在交通又方便，美国又不是说很远，我们到时候去美国度蜜月。他也会欢迎我们啊。怎么欢迎啊？他人还在台湾呢。哎，不对不对啊，你那边不是说要去机场，他坐飞机走了、啊、怎么可能在台湾？他临时改变心意了，不行啊。他为什么改变心意啊？哎，玉萍，哎，玉萍，你想啊，自由脑子，你自己慢慢想想看。你今天买东西好奇怪、啊、都是酸的，酸豆、酸笋、酸菜、乌梅汁、柠檬、凤梨、醋，这是干嘛？你不是很聪明吗？自己想想看啊。拜拜，拜拜，娜娜，你的爸爸妈妈来了。拜拜，娜娜。你跟妈妈一起来接我，你们是不是和好了？是啊，娜娜高不高兴呢？高兴高兴。爸爸，你的头怎么了？爸爸刚刚啊，把好多好多坏人给打跑了。可是你的头也受伤啦，痛吗？不痛，看到娜娜，爸爸的头就不痛了。娜娜给爸爸。点哦，好啦，谢谢，不痛了，不痛了，好。妈，回家啦。伤得重不重？疼吗？爸爸好勇敢，把坏人打跑了，可是自己也弄伤了。雅丽，海华都打电话告诉我了，你怎么用砖砸自己的头呢？多傻！妈，你身体好一点没？好多了，好多了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妈，你把海娃交给我，我没有好好照顾她，反而让她担心受怕，我真的过去了。
一切都过去了。起来，起来，雅丽。人的一生不可能事事平顺，重要的是遇到了挫折要怎么样面对，做错的事要怎么样悔改。你跟海华，你们夫妻一条心，黄土也会变成金啊。来，去洗个手，吃饭。妈妈做了好多你喜欢吃的菜。爸爸，走，我们去洗手。好，我们去洗手。啊，洗完手，你吃饭饭喽。说一声，来也不打声招呼，我这里又不是旅馆。我想通了。想通了。我本来以为住在这里会给你添麻烦，但是你现在这里人去楼空，所以我想滋味一定不好受吧。我呢是来这里给你添点人气的，这样子也算功德一桩吧。所以我回去拿行李啦。自以为是。你不会不让我住吧？你好意思白住吗？老实说，我真的没有地方住啊。网咖吗？我是回不去了。旅馆我也住不起。我有说不让你住吗？跟你说，我不会白住的。到一个最新消息，今天一架编号 GT105号次飞往纽约的班机，在起飞之后没多久，突然间遇到了晴空乱流，飞机紧急折返桃园中正机场，受伤的旅客已经送往医院急救了。这不是昨天搭的飞机吗？班机飞往纽约的旅客，发生什么事啊？昨天搭的飞机出事了。哎，谭小芳，三万旅客，我们陆续送到附近的医院。所以我们要来跟大家做个说明会。我觉得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当然这很重要的是，他们的情绪、家属的情绪，我们一定会感同身受，我们会尽量安抚他们。还有没有其他问题？当然，三万旅客，我们他就搭乘飞机去纽约的。你们这名单是对的吗？对的，这是最后的名单。哇，这凤梨好酸，你怎么挑的？是吗？你怎么不觉得？是吗？你是怎么了？那么厉害？哎，真是一盘柠檬，快点去，去去去。哦。嗯。不知道海华姐跟雅丽怎么了？谁知道？我现在只关心你跟谭小峰怎么了。玉萍，卓琳，你知道我在公司要花多少力气才能把你怀孕的试验回去？玉萍，你答应我不说的。可是来了来了来了，最熟的柠檬来了，酸死了，胡加糖没办法吃。今天一架编号 GT105号次飞往纽约的班机，在起飞不久之后，突然遇到了晴空乱流，飞机紧急折返桃园中正机场，受伤的旅客已经送往医院来进行急救。受伤的旅客名单是刘小玉、李景鹏、王雪莉，还有邓国良。GT105次班机飞往纽约的旅客，因为晴空乱流而受伤的旅客，目前都没有大碍，正在接受治疗当中。晴空乱流是一种未能预测的情况。小峰，你没有上飞机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？你知道我刚刚看到电视有多着急，我跑去航空公司问，才发现你没有上飞机。小峰，我，你干嘛打他？你不能打他。说得对，
我是不应该打他，该打是我自己，做了对不起我的事，我还这么在乎他，该打是我自己，该打是我自己。方作霖，你给我听清楚，从现在开始，如果我还关心你一点点，一点点，我就不姓谭。快去告诉他，快点，快去啊！玉梅，不要哭，你应该告诉他的。哎，到底要告诉他什么？你闭嘴啦！不要哭。您的名字，而且我有打电话给航空公司，他们说没有方卓林这个人。你找到方卓林了？有没有问他为什么没搭上这班飞机？我觉得你太厚道了，刚才我看到你快急疯了。我不会再这么笨，来，给我喝一杯。 OK。 你是君子，我舍命奉陪。喝啦。啰嗦什么，拿不起放不下，真不像男子汉呢。说的没错，拿不起放不下，不是我谭晓峰。干杯。妈，雅丽呢？刚刚吃了药，已经在休息啦。哇，娜娜，你在画什么？我在画爸爸跟妈妈，我要拿去给爸爸。娜娜，爸爸哦，吃了药在睡觉了，我们不要吵醒他好不好？我知道，我只是要把画放在他的枕头边而已。那你要小心一点，不要吵到爸爸哦。好。你有没有问雅丽公司的情况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问。流氓都找上门了，这种事情不能拖啊。我知道。是吧？卓林，我求你，你去告诉他好不好？我不要，他不会在乎的。你这在干什么？我只是不想白住在这里啊。哎，我杰尼，你把我想成什么样的男人了？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我一直把你当妹妹看，我希望你不要破坏我对你的感觉。你过关了，我现在呢可以安心的住下来了。我呢只是在
考验你的人格。那我发现你是好人，所以我跟定你了。哎，去睡觉去。对了，忘掉方卓林吧，这种女人不值得你为她痴迷。嗯。爸爸再也不会离开你们了，真的。嗯，坏人来了，娜娜帮你打。娜娜放心，有爸爸妈妈在，坏人不会来。嗯，很晚了，快睡觉了。嗯，晚安。晚安。海华，在我债务还没解决之前，我看你们还是先回妈妈家住好了。我们应该是一起解决问题的，不是吗？可是海华，好了啦，先别想这些了，睡觉好不好？样子比我还像怀孕，我也不知道算入开会啊。卓琳，怎么样？你有什么打算？如果你要留下来的话，你就要开始产检啊。那如果你不要的话，不要，不要说那两个字，他会听到。你说谁啊？自觉你就怕他听到，看样子你要把他留下来了。我不知道，我说了一个晚上，你去找肇事者嘛，给自己一个机会啊。我不会去找他的。那你准备把他拿掉？这是条生命。我几乎可以感受到他在我的肚子呼吸，跟我血脉相连的感觉。我做不到，可是我又不想让他成为一个父不祥的孩子。这样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你要怎样啊？有了，算我的，算你的。狸猫换太子啊？什么狸猫换太子？我说错了啦，李代桃僵。什么李代桃僵？你听我说哦，汤圆他不是一直希望我怀孕吗？那我就将计就计啊，说我怀孕了，那汤圆他一定会马上娶我，然后呢，要到乡下生小孩，那我呢就进门洗啊，肚子一天一天大起来，陈旭啊就先塞气球，然后我们再塞枕头，啊等你有十个月后把孩子生下来，我肚子就小啦，孩子就入我跟汤圆的户籍，这孩子也可以留下来啦。啊，我真是天才啊。
怎么了？我的办法不好哦。在古代行得通，但是你骗不过汤圆的，是技术问题哦。就算可以，这样对汤圆不公平。哪会啊，我要嫁给汤圆高兴死了。丽萍，我真的很开心有你这样一个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好朋友，可是我不能让你为我这么做。那你要怎么办？卓琳，你去找谭小凤好不好？卓琳，他不会信的。验 DNA 啊！原来天空没有。